这就是庙口，咱们个头。漫画从清朝到日据时代，一直都是台北最热闹的商业中心。规日这漫画，只要唱这两百名，就没人敢动你。厉害！明仔载你来，你去找我哥弟这个衣帽，你袂将你好个地主。这黑道跟我想不一样，这家是正港的台湾黑道，爽过来。 太子当五人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是不是每天都跟庙口的小混混混在一起，跟他们混有前途吗？从小到大我没有交过什么朋友，这是第一次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 你这样打，杀了都没有什么意义。意义是啥？你妹子听过义气，没听过意义啦。他不可以，你为什么要做妓女啊？为什么要做兄弟？哼，什么太子帮？ 你在动作，你是在做梦，老不要天天把酒来，这就不得劲。你什么玻璃压力哦？今晚鬼也帮搞，今晚宝贝都要你怎样？安静，今天你要是不弄死他们，我一天你就会被他们弄死。梦啊，开一个堂，你就是堂主。应该是被爱文熙，爱文别怕，能死掉了。我要他们血债血还。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梦达。